第三章，拿西有四岁的约翰出来，到犹太的旷野传道，说：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他说：到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：而被主的道，修的他的路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约束佩戴，脚底是黄汤野蜜。那是耶路撒冷和犹太创地，并约旦河一大地方的人，都出去到约翰那里，承认他们的罪，到约旦河里受他的税。约翰吞去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加那，也来受税，就对他们说：特抓的种类，虽只是你们躲避将来的烦恼呢，你们又割出果子来，而悔改的心相称，不由自己心里说：有阿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心灵从这些节头当及阿伯拉罕兴起子孙来，现在宝子已经放到树根上，凡不割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丢到火里。我先罪及你们死罪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道我要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爱也不配。他又用下令而回给你们洗水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又簸正他的钉，把麦子收到仓里，把坑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见了约翰，又受他的水。约翰先有拦阻他说：我当受你的水，你还躲进我这里来吗？耶稣回答说：你渐请喝我，因为我们立当这样尽主般的你。于是约翰喝了他，耶稣受了水，随着从嘴里泉来，天父将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新的灵仿佛甲子降下，落到他心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